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k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开箱一个商品。那相信大家标题都看到了 ，Carbon Coco 的美白洁牙组，它是澳洲当地的品牌。这款美白洁牙组啊，在欧美国家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。那在亚洲地区啊，最近也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它。啊，非常多的明星艺人还有 YouTuber 都非常推荐。我也是好奇，然后我就到他的网站去订购了一组来试用看看。啊，我是自己购买的哦，不是厂商赞助的。我的订阅人数那么少，我想厂商也不会找我业配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产品它标榜的是百分之百的纯天然，然后绝无添加氟，应该是氟才对。绝无添加氟，然后医学等级的活性炭，然后有效帮助牙齿美白的功能这样子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开箱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牙粉。那这个牙粉啊，在打开的时候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它非常的细，很容易会喷出来。它里面是长黑色的，像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。那闻起来是没有味道的啊，这个摸起来非常的细致，没有那种颗粒感。再来，我们看看它附的牙刷，它这个牙刷就长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跟我现在使用的这个高露洁就是超柔软毛。来比较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毛比较硬一点，对，然后它的毛刷做黑色的，我想应该是这个牙粉可能会染色之类的，所以它做黑色的。再来是牙膏的部分，那我先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哎，它这牙膏外包装就长这样子，这颜色还蛮漂亮，好像是应该算是 Tiffany 的颜色吧。哦，牙膏里面，它有一层胶膜，先把它撕掉。哦，它这个牙膏是黑色的，你们看，我把它挤出来，看得到吗？它是黑色的，我没有用过黑色的牙膏，我这用牙膏的颜色大部分都是那种白色啊、蓝色啊，还有那种蜂胶的是有点褐色的，我第一次用这种。黑色的，可是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感觉不一样，就是这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黑色的鼠疫扣那种感觉。那我现在就开始来试用这个产品吧。然后它上面说明书是写说，先将这个牙刷沾湿，我直接放在里面好了。然后沾牙粉，用牙粉，说沾湿。看，这样就超多的，把它打一些掉，然后直接放入口中刷三分钟。那现在开始刷了，好啦，我现在刷了三分钟了。那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牙齿什么状况，能不能静止播一下？哎呦喂！好黑哦！我先厕所吐掉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我刚刚去漱完口回来了，然后它这个牙粉啊，就是在刷的时候不会有那种颗粒感，它非常的细。然后刷完之后，我刚刚漱完口还是觉得就是会卡一些些粉在那种牙龈啊、牙肉、牙缝里面这样子。然后刷完，我发现我舌头是这样，都是黑的。它这个不是色素，然后是因为它是碳，它是纯天然的碳，所以会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来用牙膏，然后再做第二次的刷牙。它这个牙膏挤出来也是黑色的，那我不知道就是刷起来会不会也是黑色的，就用用看喽。跟它一样，也是刷。三分钟，现在刷完三分钟了，它的牙膏泡泡啊是白色的，我以为是黑色的。那你们再等我一下，我要去厕所把它吐掉。
经过刚刚的测试啊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牙粉很细很细的关系。那我刚刚就是漱完口，然后再刷一次牙，然后它还是有残，就是残留一些在我的牙龈啊、牙缝里面。对，那牙膏的部分，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新，有薄荷味。那这两个搭配使用完之后，就是我觉得我牙齿，就是有变得很干净、很干净的那种 feel。不知道它美白的效果是怎么样？你们看我牙齿有变白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因为片单了。哎，你们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？有吗？没有，那可能是我幻听了。好的，以上是我为大家今天带来的 Carbon Coco 美白甲组的开箱。那因为这种产品呢，它是属于长效型的。那后续的使用结果啊，我会分享在我的 FB 粉丝专页里面，大家可以到 FB 去搜寻我的粉丝专页，或者是按备注栏。下面会有连结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或者分享啊！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每个礼拜天晚上10点不一定准时发片哦。我是 Nic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添加佛福佛佛应该是佛，然后乌拉乌拉乌拉。